啊，这个世间人讲爱，佛法虽然不讲爱，比爱还要真还要切。那真爱啊，但是不用这个名词，用什么慈悲？慈悲是永恒不变的爱心。啊，世间的爱是虚情假意，它会变的。那今天爱你，明天不爱你了。 啊，他是无常的，啊，慈悲这个爱是真常，他是真的爱你，永恒的爱你，啊，你就是变了心，啊，甚至于侮辱他、陷害他，他还是爱你，那叫做慈悲呀、啊，啊，为什么他从自信流出来？ 自信不会改变的，自信是永恒的啊！人现在这种七情五欲，爱是七情之一，阿赖耶里头变出来的啊！阿赖耶是无常的啊，是靠不住的啊！我们学佛，佛菩萨、祖师大德常常就告诉我们啊。 人如菠萝蜜，怎么修法呢？人家喜欢你、爱你，你可别当真，会变。啊，人家侮辱你、陷害你，你也别当真，会变。呵呵他那个恶的念头会变成好念头，那个好的念头会变成坏念头，无常啊！啊，所以通通不要认真呐、啊。 用平常心对待呀、啊，那就好了。啊，平常心、平等心、长远心，啊，不改变的这个心，对待一切人事物，这是佛弟子。